你别说这话，喝点水。我马上让他们上菜。哎，行，老板，赶紧说啊，把那个馍馍刚才你给我找进去。啊，好好好。这这这就这就。进去看看吧。媳妇儿，大爷大娘大孙儿哈都挺好了啊。今年千骑擦官开业三年，凡都进京喝大了啊，一定有高连送了啊。要需要到确保。 吴祥寡志，迎面播报啊！老秃子，上场去，这回就看你的了啊！哥哥，你瞧瞧好吧。哎，这能吃吗？他不说免费的吗？哎，吃，大哥们。 那个一路上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兄弟，啊，等会儿，俺不是跟你那老板说了吗？先把那馍馍和驴肉给俺们上上来吗？大铁蛋，是那个驴肉正在锅里炖着呢，这还没炖得呢，所以我这不想给您盛点水喝，等这水喝的差不多，估计肉也好了，我就给您端上来，行吧？炖着呢，那不得炖熟了才能吃？有大葱吗？有。 你先尝尝我这茶，我这茶可好喝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这光让喝茶水，你回头俺都喝的水饱了，还怎么吃那驴肉和那馍馍呀？一定有这事，您这一路辛苦了，我一会儿我一会儿一会儿给您催催去，行吧，大哥？这走那么渴了也得喝点水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别犟啊！哎，您先喝着啊。 大家先别急着喝，这可是茶馆，饭菜是免费的，这茶啊肯定是要收钱的，啊！要不说这人呢，不该算计的时候啊，净瞎算计。我看人家老板肥头大耳的，人家挺有诚意的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？白吃啊！就算他这个茶水要钱，那他敢要一块大洋一碗，疯了，说累死他我了。不想喝也没关系，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喝。